跨性别厕所门口同时标有男女两种标志。美国国会山报近日报道称，美国北堪萨斯城学区计划在当地两所新建小学、北堪萨斯城高中和部分初中设立跨性别厕所，对所有学生开放。另据美国堪萨斯城市新报报道，厕所隔间为全封闭式，所有隔间的墙面和门上皆天花板下至地面，同时设有公共洗手池。厕所门口同时标有男女两种标志。北堪萨斯城学区组织开发执行官罗切尔·丹尼尔向堪萨斯城市新报表示，设计跨性别厕所是基于所有学生私密性和安全性的考虑。2016年，该学区于当地一所谓顶尖学生建立的创新中心首次设立跨性别厕所。我们收到了很多学生、老师和家长的好评，学生更喜欢跨性别厕所，因为这类厕所私密性更强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决定把跨性别厕所应用于所有新建设施。丹尼尔称，该创新中心学生家长梅兰妮·奥斯汀告诉新报记者，我认为这很好，因为你不知道孩子的心理性别是什么。设立跨性别厕所有助于让所有人感到舒适，被接受。据了解，该学区之前因对跨性别学生高度包容而被多次报道。2015年，一所当地高中推选一名跨性别学生被返校解女儿，获得全国关注。